我是陈佑伟，然后毕业南山高中。大家好，我叫彭俊彦，毕业于南山高中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德伟，毕业于屏东高中。大家好，我叫卢哲毅，毕业于立人高中。南部学校跟北部学校比较对抗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先进行的是英文考试。没有，不用起立立正啊。来，那喊一下，班长喊一下，班长喊一下。午休第一堂就来作证。好，那等一下，限时30秒，然后请写出有关于钢铁人的形容词。要用英文写啊？对，用英文。然后就是等一下翻开，就大概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。就是你能写几个就写几个，然后一个五分这样。好，计时开始。不能写中文了。3、2、1，请停笔。好，翻过来。这语话不对错。南部代表是什么？纠正一下。没有啦，我是没有力量，就是 strong 嘛，就是强壮意思。Tough 就是差不多，就是强悍、凶悍的意思。Hustle 就是很拼，就是很有拼劲这样。一样就是年轻，好，强壮啊，就跟钢铁人就很符合我们钢铁人的那个形象 ，big 团结在一起很强大，好，对，然后 face 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年轻，所以我们比较速度比较快这样，好，那就是南部学校开始，我举手，他最后一个他刚才写的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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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剩下就是好，3比3，就是15比15，因为一个五分，第二堂课我们是数学课。要玩九九乘法表，就是等一下，就是先帮我梅花做，就是你跟燕哥换个位置，然后等一下是这样，对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五二，你要玩死他，20，九乘法表啊，84、32、93、97、45、20、63、18、54、20、74、28。就是这样，然后第一个死的就是得五分，第二个死就得10分，第三个死就15分。九九乘法表啊，12、22、33、29、87、56、63、88、92、33、94、44、16、59、45、98、72、99、81、88、64、87。社会课总共有5题，一题各种有关的，有关。那第一题是抢答，所以我念完题目就是举手。对，第一题，请说出凤山体育馆的地址。凤山体育馆，是体育路65号。对，对，好。答对了 ，OK， 很棒。好，第二点是抢答题，背出高雄1到10的路名。一心，二圣，三多，四王，五竹，六合，七贤，八德，八圣，九圣，九如，十六，十全选。答对了，那你知道那么多？高雄啊，那问台北的路啊，那不可能吧？那好，第三题，清朝时期凤山新建了一个水圳，用来扩大灌溉面积，请问名称是？恭喜南部学校代表答对了，就是朝公镇。往北部了吗？所以是你们南山路？不是，是我找屏东前面什么路？屏东路啊？不是啊。第四题，2022高雄将会在2月1到2月28时间举办，下列何者不是举办的地点？哎，不能改，不能改。好，喜欢个地方。好，好，答案是 B， 光之丘。刚刚你们是写 B， 对啊。为什么后来改？这有影响没？讲到我们北部赢啊。举办高雄市的市花是哪一个？请翻答案。好，两个都错了，答案是 A 木棉花。
OK， 第四个是美术考试。我可能说要画画吧。哇！对画一个什么？你队友优先答题的权利。他答错的话，换别的答。对。画画讲的吧？可以别的课吗？这个课我重修。哎，这个太难了。滚！你只有二十秒可以画，我要停。第二十秒。三、二、一，停笔。给我停笔。停笔了。嗯？哎，不能。上面这首歌，对，没有，我刚刚讲钢铁什么？六、五、四、三。钢铁人。错。雅典娜。答错了。哎，这个太难了。是哦，大家先转过去。嗯，有看到吗 ？OK， 有，可以开始画。我知道什么了。哎，我画了两个，还是别画。不是，那个头发像的那口音，别走，别走。哈哈哈哈哈。给我看到是钢铁，我要准备。三、六、七，好，先给镜头看。好。有答案就可以讲。好，答对了。这个还有吗？这个好。这个难的，这个难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停。好，可以转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明显呢？明显。还是我给一个提示。好。这个是背面。靠背。答对了。他怎么画的？这么画，我不知道怎么画。三、二、一，停！蒙古包了，中国蒙古包，内功马戏团，凤山体育馆，太阳马戏团，答出来。二月十九、二十，来凤山体育馆帮钢铁人加油。